还有一个妈妈满月要奉献自己的婴孩，所以我们要请 Denise 到前面来，不是情形组，这是另外一个信心二组哈，带孩子来，他是从台湾到这儿来，然后就在这里受洗，然后完了之后呢，就去生 baby， 然后现在满月了，过不久就要回台湾。那今天很难的是他的先生从台湾也赶来哈，他坐月子的时候先生跟他一起赶来，那他就有一个很大的心愿，就是在他走之前他要把这孩子奉献给神，非常好的心愿。他也是因为到了美国这里来呢，他才这样的蒙恩啊，所以请牧师来为着这个 baby， 这个是一个男孩叫做 Caleb 啊，来请到上面来好吗？耶、yeah.这个他的先生好年轻哈，是人家是教授哎，好像是清华，是什么什么啊？交大的交大的教授，好胖啊！然后他叫 Hank Lee 啊，然后这是 Denise， 然后他们 baby 叫 Caleb， 要给大家看一看他的脸。Hi，Caleb，Hi，对着我在笑啊！你们谁在笑？我很会抱小孩的，没关系啊。这个头最重要了、啊、然后要靠近你的胸膛、啊、好久没抱孙子了、啊、我们一起来、啊、好不好？弟兄姊妹伸出祝福的手来、啊、为这个 Caleb 来祝福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在这个时刻同心的，主啊，把 Denise 把先生还有 Caleb 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谢谢你、哦、这 Caleb 是你所赐给他们的产业。主啊，主啊，也是主啊，他们心中的宝贝。主啊，他们愿意把孩子奉献在主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你就负他一生的责任，你带领他前面的每一个脚步。主啊，你也让他在神和人喜悦中来成长。主，我们感谢，把一切的荣耀来归给你。但愿这个孩子成为多人的喜悦，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。主啊，在未来被你大大的来使用。主啊，也这个孩子也成为他们家族的祝福，给他们家带来无穷的乐趣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你也赐给他聪明和智慧。主啊，无论在学校的功课上，主啊，将来在社会中都成为有用的人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把这个 Caleb 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主，主啊，你来祝福他。哦，主啊，施恩与他同在啊，让他身体健壮，灵魂都兴盛。这样感谢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，阿门。哦，眼睛很大。谢谢，感谢主。我们上礼拜一个 baby， 这礼拜有一个 baby， 啊，真是很大的祝福。